打不到。我一个没打着。你跟我跳啊。好啊。嗯。哎呀，老钢枪钢惯了。我比较狗的。对啊，我是刚玩就觉得老找不着人嘛，哎，刚不好，咋就不行？防空洞可以啊，但是防空洞可能会有人。好的，在直线里边，那咱就奔 P 档。啊，行。能不能飞到？差不多。可以，应该可以的。玩最远距离一般都是1600米嘛。差不多吧，好像两万啊，不是什么两万，2000应该可能。两万五千里应该是。飞两万五千。应该可以的。1600。刚好到这个，咱俩这级别应该能吃鸡。这级别巡航级太低了，我的天哪！这样拿你要是新样号，让我跳皮杆我都不带跳的，这皮城我都不带跳的。我来炸鱼塘了。可是一边玩游戏就看不了直播了。你可以最那个最小那什么吗？不是，我这个有点卡，要不是。哦，一样，我也卡。行，你去捡枪吧，我给你看门。过2000多公里，这个有点远，不是一般的人。我这么快加 M4 了都？哎，那是 M4 吗？哦，对哦，是的。那个房，那个厕所里有2把枪。我，你这个厕所太好了吧？这个进厕所在这。欢迎女孩顾七慈。哎，有人这么快？谁去打？谁出来？还有谁？应该倒不是真人吧？我觉得我们这个等级差的跟个什么似的。对，好的，就这会儿能喊喊，就这会儿能喊喊。这里有把 mini 要吗？不要，没毕竟。好吧，就这会儿能喊喊，还有谁？待会儿升个20-30级，那会儿就得喊，还有谁？我一般都跟一个大佬打，他是那个王牌的。哦，王牌有点害怕，王牌太恐怖了，那个世界都是神的世界。人家键位跟咱这键位都不一样。是啊，他们都改过了。他有的真用那模拟器啊。不是模拟器，外设。算作弊吗？那个还真不算。为什么？这属于正常的吗？外设，但这样放到一起就不好玩了呀。嗨，人的体验那是杀的爽。行吧，咱们体验的是沟通交流一起的欢乐，这是一个聊天游戏。对，
快扩，你要、哦、你要快扩吗？我刚我刚捡到一个扩容，但是没有快速扩。那我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从我身边过去了。什么什么东西？快扩的身边过去了。好吧。我给你攒着，别着急。哦，我们要不要跑毒呀？这个距离有点……没事，再往前找找。我们现在比较穷。捡了吗？都？要。你捡了。你先搜着，我去找车去。欢迎夕阳，欢迎小花籽儿，欢迎空军马卡。哇！天哪，天哪！啊、欧气爆发了，啥呀？嗯，八倍。哎呀妈，吓死我了。没事，只是突然。你捡的 mini 呢？啊，还没捡呢，就有点尴尬了。现在，哦，现在，哎，这个 N 次吗？刚刚这地下有一把，好了，换一把枪吧。快点来，有点快乐。一会儿你会更快。我想去捡葱头，如果有的话。是啊，我这不找车去的吗？这里基本上都电脑人是有没什么危险，但是如果在那种很高端局的话去捡，简直是作死。对，到高端局咱们就不是这打法了，就这会儿就直接奔 S 城了，圈边趴会儿了。来接你啦！不过第一波毒不是很疼，没关系。嗯，有药就能盯得住。哎，有人，太好，太有趣了。谁打我？哪里有人？看到一个电脑人，快乐自己。他打我。打我可以，打你的不行。是。走吧，上车，大小姐。哎，咱直奔，你看着点空投啊，我视角不特别好。Hello，九生，喜欢达达。嗯，你说啥？还没有落下。我说你就看着点就得了，我这边音声音什么都不是听得特清楚。Hello， 空门，你买完东西回来啦？嗯，桑桑也在呢。嗯，嘿嘿嘿。哦，我的妈，差点，差点。什么？差点撞树上。Hello THE Hello， 爱到忘了情，灵魂一败涂地。哥哥去哪里？你玩王者吗？王者，好久以前玩，但是后来还玩吃鸡多，多一些，挺耗时间的。第五的话就会一局快一点。你经常玩第五是吗？哦，我现在不常玩了，因为我手机更新太慢了，就有点不想再更新。哦，而且第五是一个氪金大佬还有欧皇的游戏，不是很敢玩。我比较飞，然后又不氪金，难怪，所以就玩不 了。
人技术流嘛。嗯，我这一样。你捡到狙了吗？狙没有，射手步枪有。我这有狙的那什么？差不多一个意思。欢迎念琴，欢迎。我有种预感会让你捡到 SKS。哎呀，狙的配件我都给你捡齐了。我的天哪！就差狙了。我看齐了没有？就是 mini 也装不了多少配件。mini 就一枪口，一个枪口，一个弹夹。一个，对，啥都没有其他。问题是还没有人给我打，就很尴尬了吗？是不是？哎呀，那不行，咱还是找空投去吧。我觉得空投里有狙。欢迎新阳大叔，欢迎七季拥你入怀，欢迎阿梦。AWM 是个好东西。莫老板上车啦！有、哎，又有人。哎，小皮，两边这么皮的吗？哇，你个小皮猴。左右开弓，欢迎姚安。为什么会有两个人？两个电脑人，真讨厌！我要在他面前跳段舞，算了吧，别了。你欺负人机，就宠着人机好欺负。走吧。倒车请注意，倒车请注意。哎！哇，剐蹭了。又有人这么快乐的，看起来好像不像人机。哦，不是，是人机。让我来灭掉他，红点也是可以的。哎，一个枪法，人体描边技术很强了，也是。哦，描边大师。哇，太强了！我买了一个人体描边挂。请问哪里有售？特别便宜，就10000一个吧。太便宜，给我来十个。茂老板，请到仓库，我去上面给你找狙。喂，我刚看见，我还没一甲呢。啥呀？我说我还没有一级甲呢。啊？我刚看到。别吧，这不是亏有，亏有个自动拾取。哦，刚我都看到5-6个二级甲了。我也纳闷儿，我刚才看见了，怎么绕着他走了呢？狙击枪不成器，就是没有狙。这个狙很皮呀、啊。谁说不是嘞？也没看这个空投的。为什么没有空投的？我怀疑他不投了。我的天，今天休假是吗？你没有听到飞机的声音吧？也。我没有听到，可是。按理来说，现在都过了1-2个了，可是我一个都没听到。是为什么呢？又有人啊！我要去打人，看看那个人机在哪里。嗯，有枪声吗？我没听着。刚刚好像有的呀，有点远，然后就没了。有时候我就看俩人机打，哎呦，这急哟！你就去劝架嘛，然后就把两个都打掉了。你枪我枪，你枪我枪。反正谁都打不死谁，干瞅这俩，我就想等、哦、这个天谴是吗？我就站马路上，来呀，
舔我呀。我听到飞机声音了，飞机飞机。不，有人叫工头。哎，哪里啊？哦，真的哎，真是有人叫工头。走走走走走走 ，go go go。两个在一起，前面那两个，一个真的空投，一个叫的空投，都挺好的。那肯定是抢了。哎呀，抱歉，有点远了。希望咱俩能活着。能的，能的，绝对能。我希望我的技术不是白吹的。对，再怎么着也不小呢。打劫去喽！左边那个是还是右边那个是？右边那个。哦，右边那个是对。对，我刚刚没卡出来，有点卡。哎呀，我怎么卡了？那两个肯定是真人了，肯定是俩真人了，得小心一点，他们可能会来，可能注意着我们在那打劫。或许在房子里是吧？得小心点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这个车，这个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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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打完。过分了，过分了。我把这子弹浪费完了。好了，应该没有队友，应该没有队友。行，我的技术还是可以的，嗯、没开背剑直接打，机械瞄准，没有，连机瞄都没开。还有人，小心小心小心，来了更多人了，可恶自己。赶紧捡，你先捡，赶紧捡，赶紧捡，咱们走了。好好好好，这车还能开吗？小心还有人啊、哦、啊，还有人，小心小心。啊，行了。人不堪一击啊！他给我送装备了。哇，这个装备好呀！哎、呀这么多好东西。哎，这空投怎么捡不起来呢？不应该吧？哎，哦，哎，不行不行，总是捡不着。行了行，现在行了。啊，他竟然没有，他只有那个MK 没空。行吧，也行也行。MK 幺四是吧？对，我不是很喜欢美空，说实在的，没有，但是捡就捡吧。啊，我包满了，我得扔点东西。卡这儿。哎，好，你吧，走吧，走。是不是又有人啊？我天哪，怎么还有人啊？这么烦的。在背后呢。我就在那儿，是个人机，没事，一枪都打不中我。是，都打我、啊，打我身上了，打我身上了，一枪都打不中你，嗯。哦，他这里有 MK 四七。那、你喜欢使那个啊？我可不太喜欢。欢迎。哦，不对不对不对，四七好像不是很好用哎。对。对啊。四七不好用，我差点看错了。咱们奔内控。吓得我。那空投是不是都被人捡完了呀？不像。这个。青铜局果然就是都好弱呀，这些人。请。我就站那，他也打不到我。哎哎，这个车有点危险。啊，得到个三级包。这车要是在那种电脑版里面，就直接撞死了给。诶？但是这边扣血就比较少。没有还没有狙呢是吗？有啊，这不算狙吗？嗯。托胎板什么都齐了呗，我看一眼啊，还差个枪托呢。我这里，哎，我扔地下了。好的，又有人打掉他吧。你打我！哎呀哎呀，打我，真疼啊！你捡了大菠萝呀？嗯，我把这个空投里的大菠萝捡了。哎，他这里没啥东西。电脑人吗？欢迎。不过我挺惊奇的，那个人单人竟然还敢打那个超级空投，真的是很强的。嗯，走吧，我们一起狙击。是，又有飞机嘞。嗯。怕是又有空投要来，看到落在哪里就知道圈会在哪里了。找头点。已经往没看到呀，东南方向落下来。三、二、一，追着飞机跑，追击少年，追梦。这个飞机它跑太快了，
有点远，但是不碍事。我有人去捡空投就把它消灭掉。主要是捡是手，都无所谓吧，可以捡完再苟在那里，我觉得可以。行，但是万一有人比我们抢先一步的话，就只能估计没人抢先，说不准。但是这里快集散全了，可能差不多真人了吧。好了，到了。哎，我要头顶落空头，哎，差一步，可惜了。没砸到脸。果然有人啊，我就知道。开个背劲儿看一眼，哪里啊？尴尬，看不到人是什么情况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好远。哎，我这个在哪里？有点盲人哦，在230方向一个人。在那皮，哇，太强了，这个技术可以打倒，把它灭掉吧。我打不中，我好抖啊，这里啊。行了，反正这么远也捡不到宝，我们也够肥了。行吧，就这样吧，走吧，咱别在这个工农的目标上面了，反正也没人抢，不是吗？我看看这圈咋缩的，圈缩就在我们这儿，空投落的地方一般都是缩圈的中心。能去洋房吗？可以在一个村子里苟着。我记得我一般开新号的第一局都是大概十几杀来着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十几杀吃鸡。因为太简单了嘛，毕竟清空全是人机。可是这次怎么就没那么多人给我杀了呢？因为我12级了呀。欢迎超讨厌，好有道理哦。因为我12级了呀。如果匹配的话应该就会有很多那个。应该是，因为不可能这个现在修复了之后还能爬上房顶吗？是、可以啊。我说你在干嘛呢？原来在打人呀！我在打倒了一个。在哪儿呢？我怎么没看见？255。有车过去了。他是把当车开跑了，好像是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么远也打不到啊，就收不了过路费。你小心啊！你小心，你站的目标有点太明显。我就是这种特别皮的人，没有关系，不碍事。好像又有空投落下来了。啊！妈呀！是我，还真是，在咱背后。是呀，有啊。好，有人过来了，收过路费。哎呀，这就不太 OK 了。那个残暴的人，哎呀，打我没打死呢！啊，可惜。等一下，我要跟他搞。打他 ！Nice，Nice， 叔，我来救你，你小心啊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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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得及！哎呦，每次都救你一命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就有点。我是护花的，加油！哇，这个过路费收的有点不成功啊，差点搭上一条命了，我的天哪！打个药吧先。啊，他这里真的肥。我可惜了的三级头、三级甲。是呀，啊，我的三级甲和三级头都没弹，我一枪都没被我打到，快乐至极。哦，不是，那倒不是。我全堆打车上了。但是你也击倒了一个嘛，反正一人一个，然后刚好就收掉了。那个人枪法也是真不行，我那么多枪没打到他，还没打到我。他也慌。
我不是很慌，说实在。不是，我说他也慌，我慌了，他也慌了。行吧，他们你看见签过空头的大佬，盒子挺好的。我去从空头里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个三级甲。好呀，你换一个吧，我是全新的，我现在。你全新的。我 AWM。哇 ，AWM， 输你要吗？我不要，咱俩进屋里，进屋里，进屋里，我。走走走，这个强是吧？好强，盒子里没东西了吧？没了，还有个八倍。八倍，我们都多了多的是了，那两个人的盒子也要好多。咱现在是三十二倍镜。三十二倍镜也太强。我给你扔地下了。我们守着这房子是吗？玩圈里等着呗。子弹有吗？哦，谢谢。没事，走两步你就能看到了。啊，太感谢了！虽然我枪法不咋地，哎，我弹夹去哪在这里？最好的都给你。等等，我 AWI 还真没有弹夹，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。嗯，他用什么弹夹？啊，忘记了。但是，只有 MK 能用那个步枪弹夹。你看他们包里这里有没有能配上的？看一下吧。我打药都不蹲下了，我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人。嗯，皮很皮应该是。哎，没有弹夹，他们包里都没有，尴尬了。把我包用满。那你包里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我包里什么都有。也不是，其实药蛮多的，说实在。我药装的不是特别多，它自动拾取的呀，就很多药。那你设置的高吧？一点没有，我没设呀，我才刚进来，怎么可能设置？是不是？哦，默认的。对，我默认的，我肯定会设置的要点烟雾弹和手雷的。嗯，我在这儿有人呢。你可以开一个那种全部，然后在那里喊一声，看有没有人回。不，那太嘲讽，太嘲讽了。特别皮，你知道吗？嗯。方圆几百里一个人没有，无趣。哦，其实也就四个人了，还没什么一个人都没有的，或许都苟起来了吧。不定在哪儿猫着呢。看着像，但好像不是。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看花眼了。没有人儿的。嗯。那辆车我们经过了是吗？还是别人开过去的？冒烟的那个。对啊。王岩是我打炸的呀。哦，这怎么都没人啊？难道在房子里吗？还是在哪里？我就在那阴着呢，现在。有人，小心。没有大碍，不管。哇、啊，两面夹击，恶心！再打我、哦，这个老阴逼。果然在屋里。这个老阴逼啊，跟我对枪。嗯、在屋里、啊。淘汰了。输你！屋里呢？在哪？屋里呢？太轻敌了。你先看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那个人。先上子弹。就那个，你有雷吗？我有雷，要攻防吗？就你面前那个房子里边，往里。他在捡你包吗？你看一下对手吧，你看观察一下对手。我看不了，咱俩在一个组里呢。啊，那倒是。麻烦极了，怎么办？就在那里是吗？里面是吧？对，这不是露着枪的吗？露着枪的，看窗户那露着枪没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是我先不进去，先。你直接往这窗户里扔雷就好了。
我两个，别，两个就很皮了，直接往里扔雷。嗯，角度不好，好可惜啊。